这个中间是瑞德，然后左边是地下城。吉吉蛙刚刚在地下城的名称翻译怪怪，然后奖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，要再了解看看这个红色到底是在干嘛。不过先进来打看看。哎，这个只有两个人配对，你看一对一。哦，战力16000嘞！你看人家抽装备抽偌大嘞，一滴56000，是一五万六啊！我靠，36000呢，差20000呢，差很多呢。我们要看可以把它打到多少。那这是守塔、啊，跟那个试炼祭坛一样啊，守护祭坛。这个开 auto 就好了。加速的。哦，画面就好了呢。哇，那你歪歪手机啊，打消你买手机的念头了。可是，你要说，但是你会跑去买显卡，为了那个模拟器。不用啊，你不需要模拟器玩，那么累干嘛？欸，没有，模拟器哪累？干模拟器大的爽，好不好？那屏幕那么大，给它跨点念啊，有可能。那你在外面怎么玩？用手机玩。你知道这个恢复疲劳的时间，跟那个决斗场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恢复疲劳的时间跟决斗场一样，所以是好还是不好？就是一下子就回，一下子就打完疲劳，然后你又要再等，然后再回，要等很久，等一下子又要再回满，然后又要再打，所以他等于说是大概两三个小时一个周期。哦，那很快啊。那变成说你不可以一直挂、啊，你没办法像英雄这样一次挂几百场。为什么？欸，你看他拿喷火枪，欸，看我怎么没拿到？就逼机耶，只能法师看你脆弱，然后铁些旋转喷火枪。哎，我好像是抽到什么东西。N。那姐没啊，带你抽宝物。他本来不是那个妹，本来是那个克洛伊的女角。对，要我安装这个就对了。哦，对了，白色按变，现在变绿色。变绿色了啦。你看你多可怜，还在拿绿色装备。啊，多，我多100年。Yeah。这么长物件叫啥小拢唔知，啊，甲食掉就对了。操！哎呦，哦，也合成的嘿，那个效果，冰封枪线吗？加上。诶，我看了，还在浇水。哦，卢卡斯，没有啦，这是肯尼斯，28000的战力根本是拖油瓶。怎么样？这里，诶，刀，好飞呀！摆明榜已经有人跟他全身不朽了。你看，还唔知开几万块？舒涵吗？还唔是叫你开服吗？对啊。你也知影我笑啊。吃装备。啊，这样。对，吃啊，跟英雄之战一样啊，它的位置都一样呢。吃装备强化啊，强化你带来记得无？完全是把它当英雄之战在玩就可以。但我怕按错。哦，这效果哦。注意啊！我把810的照了，对啊，没办法。那什么烂手机？这跑得到的，重点是这个结论。所以我只能说这家公司的能力很好。什么烂手机？什么烂手机都能跑得到这个游戏？干！那一天那个太极熊猫啊，嗯，在做，他一直说他安卓的版本出不来，然后一直一直屌他，然后我就去下面留言说。欸，安卓才是最大户的，然后你竟然不开发。然后我就说他们主管绝对是看不起安卓用户。一个 APP 然后开发那么久。说什么啊，你们安卓版本太多了，我们没办法优化。我们有太多版本要优化，就死人。对啊。以前现在主管说干那些卖用安卓的。安卓都是。然后结果、啊、他现在赚不到客户的钱，那游戏红不起来。我已经准备要倒了。喂。